外面的世界好大，我总有一天要出去看看的，看山川，看星河，看不同的城市。我可以陪你一起去啊。你愿意放下一切？我愿意。他就是你新带的徒弟谷雨。师父，你介不介意多一个妹妹啊？哥哥，我很乖的。她真的不是梦辰？这戏班女旦巧梅跟梦辰长得太像了。是我的荣幸，两个我都喜欢，怎么办？看清楚，他不是梦辰。你不是想知道有多危险吗？看清楚了吧？还好我现在活着，有很多人已经回不来了。那你为什么要做杀手？梦辰，这个给你。你的秘密我会替你保守，你不愿说的事情我也不会问，我只希望你能平安。